范什么？不是跳什么？啊，大雷！来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四大才子那什么？那个叫四大金刚。唐伯虎里面那个。四大那个。就是那谁？江南四大才子，兄弟们啊！四大天王。给兄弟们来个 F4 老大。来给兄弟们来个 F4 这个大雷，等一下放，还没开始哎。别急，你先暂停。我知道。你暂停，暂停，等一会儿。等一下，你看，静一，暂停，静一。好嘞，我是这个四大才子之一，小杨；四大才女，小华；四大这个，四大什么呢？四大有一个叫什么叫帅气逼人组合啊？对，就是我们是帅气逼人组合。好的，我是帅气，我是组合。逼人，那我是啥？傻子逼人，哦，他是啥？傻子逼人，对不对？啥？怪戏，组合，逼人组合，我是，你是那个逗号、句号，行吗？我的妈呀，直播间四十万人了，欢迎兄弟们！但我们感觉他们都在我们跳这个炸雷呀、啊，炸雷，适合教我们跳炸雷，四、啊、个，四个，这个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这个亲妹妹，华子。华子是吧？我的妈呀！感谢我蓝哥的华子，谢谢大哥的华子，谢谢大哥。兄弟们，让我们在屏幕上点个赞，再兄弟们点个小赞赞。四爷，你眼睛真好，是吧？感谢你们啊，这个兄弟们能不能点个赞，兄弟们？咱能不能点个赞？别刷礼物啊，兄弟们，就在屏幕上丢，帮小哥多点赞了。现在多点赞，看一下啊，看多点赞，四百万，兄弟们。四哥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四哥，我们报备了，应该怎么跳都没事。对啊，四哥，我要跳永远送到。是我先，咱先跟你学，行吗，四哥？我们先跟你学，插一个头。不是有时候，我跟你先跟你学炸雷，四哥，我先跟你学炸雷，一会儿你跟我学避雷。不是你听我讲，我会跳避雷。这上回我跳漏点了，就疯了啊！谁漏点了？我呗。漏点了。你漏点了、啊，你穿个垫。我上次你把那外套脱了呗。上次我是光膀跳的、啊，光膀跳那是不行啊。这样啊，四哥、嗯，你听我说，我介绍一下，啊、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亲妹妹，谁？我亲妹，那你认识一下，小黄，这个他跳，你听我讲一下，四哥，他特别喜欢跳炸雷，对，跳是倍儿好看的，对，他是他的亲妹妹，完了呢，你听我讲，四哥，他叫老姑。不是，嗯，我管他叫，是我亲妹妹，跳舞贼好，还要给你展示一下，把你的炸雷跳到极限，我们四个来个斗，行不行？她是女孩啊，这么漂亮，来，我是男的，长这么好看，那不是女孩吗？好，炸雷，要不小黄给你跳一下，啊，看一下，来，这样我来唱搞手炸雷，咱们一起斗一下，你跟大杨一伙，我跟小黄，来，好不好？小王，你先跟那个四个跳，四个给你感受一下啊！家人们，谢谢礼物，没礼物，在我这算最大的礼物了。没有啊，这个是吧？火箭不是火箭，你看到吧？这小，这是都是小礼物。今天我还没让大哥刷呢，我让大哥刷送给你，公屏全都是礼物，这礼物送给你啊！我这个我直播间，你看那个八戒说车，你看华，你看这也是华，是不是给八戒说车点关注？你看，谢谢八哥，你看八哥，再来一个八哥，你听我说。你看，上货不卖啊？上什么货不卖？你跳个舞，东北舞王，跟你是东北舞王，这是我的三只羊网络舞，我是三只羊网络舞。白瞎了这么多人呢，舞王，给你看一下，来，炸雷挺好啊！好，开始了，让你看看你的炸雷能跳成啥样啊！给你看啊，小王先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 Go， 来，小王先来，轮到谁？炸雷呀，炸雷，炸雷呀，雷呀，雷，炸雷呀，炸雷，怎么样？炸雷炸的把我花都炸坏了，干啥呀？在家也不让练，上队也不让练，我上哪去？炸雷！
雷的，这种炸雷，你看这花打成什么样了？干四个小时，兄弟，这是干翻车了啊！啊，该四个，该那个，该我们四个挑了，兄弟啊，来，四个，四个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来个托尼地心引力，直接压死他们。哎，来吧，圆满的来，啊，圆满的来，给四个来个加斯避雷，对，这避雷，把小王手机拿来，就炸雷就行，炸雷吧，好嘞，就炸雷，你这你俩。一会儿 PK 一下，看谁点的关注。Michael Jackson 的，预备，开始，避雷，避雷啊，避雷！轮到谁？炸雷呀，炸雷，炸雷呀，炸雷，炸雷，炸雷呀，炸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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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哥，现在直播间八多万人。杨哥，你能听我的，咱就开始卖货。能听我的，四哥，好不好？四哥，你俩谁涨的粉涨的多，好不好？来，把四哥手机拿过来，好不好？刚才你们俩已经听完了，已经比拼完了，看你们俩谁涨的粉多，好不好？来，兄弟们，看小黄能涨多少粉啊？你小黄他妈，看，一边给小黄红绿灯的黄点点关注。把四个手机拿过来，四个手机拿过来，来红绿灯黄。好，四哥，你手机啊！来，四哥，小黄找到多少？找到报错榜三，小黄报错也没人报错呀！榜二，三千，你啊？找不到？莫着急，莫着急，没有看见啊！礼物没有看见，不着急啊！小黄找到多少？五千，五千，啥情况啊？不对呀、啊，小黄那个不对呀、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四个，好涨大概快一万吧，兄弟们，你吓我一跳，尼古拉斯赵帅给四哥点关注，炸雷炸的爆，看四个多少啊？炸四哥的炸雷，你不吃完啊，是吧？兄弟们，看四个多少啊？炸雷，尼古拉斯赵帅，四个多少？报错，炸雷，有多少了？涨七千了，炸雷，炸雷，炸雷，有多少了？咱们一万五了，行了啊，行不行？行不？你对过五吗？行啊，我看一万啊，怪个第七分的，炸雷，真行啊你们，挺有意思的啊，兄弟们，不练了，好像炸雷炸的爆，挺有意思啊，你大棚的给我炸了，你在家也不让练，上队也不让练，你上哪？炸雷的，这种炸雷，你看这花都炸成什么样了？都炸多了！什么？炸！爷，音乐咋停了呀？音乐不停，舞不停啊，四哥！我炸你！兄弟，给小黄点关注吧。你这直播间小黄在四号麦。你们这直播间现在改舞厅了，现在。哎，对，这是蹦迪。哎呀。没事，蹦迪。哎，光头举过头来，呀哈，呀，那啥，放手举过头顶是吧？上劲了，对。哎，四个没跳够。你点多少了？全部给小黄点关注吧。啊，好，够意思了啊，四个。关键来四哥，你们这个刚才要卖货，来给你四哥给你尝一下。家人呢？来。这是你这是啥？小王来吃一点，小王是不是？四哥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先闻香不香？兄弟们啊，啥味？过了一个月，今天想个这个榴莲有货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这必须得有货呀！这个是咱们自己拿这个那个锅炸的微波炉啊，不是微波炉，空气炸锅啊，空气炸锅炸的。哎呀，没炸好的，没炸过的。宝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榴莲。兄弟们，这个是它是榴莲直接。啊，把糊去了，糊去了，没有糊的啊，每个都没有糊，它是新鲜糊的啊，新鲜榴莲摘下来之后，我们已经卖了几十万单了，没货二十多万单，无壳的，我们卖了二十万没有货，没有货，那个